醫生話咧，大肚婆頭幾個月咧特別容易攰啊，你要多啲休息啊。我斟杯水俾你啊。唔使麻煩邱生嚟啦，係唔使陪你未來太太咩？仲嬲緊我啊？我咩身份啊？邊有資格嬲你？你都知道嗰日人多唔方便講嘢，我又唔夠膽逆我爹哋嘅意思。其實嗰日之後，我同芝芝分咗手啦。佢已經翻咗大馬，唔會再嚟煩我哋。呢段時間，我諗得好清楚。Linda，你嫁俾我，我已經說服咗爹哋俾你嫁入邱家。只要你肯應承，我哋隨時都可以註冊。你老实啲同我讲，你肯同我结婚，系咪因为个 B B？ 你谂多咗啦，我同你结婚系因为我爱你，系因为我想尽翻一个男人应该尽嘅责任。你真系冇呃我，冇呃你。放心。我唔会背叛你哋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我等你。张生点得嚟？上次邱生咪叫我入嗰 Apple 度入手嘅，果然俾我查到。Apple 当年做紧 model 嗰阵，经常都会出嚟赚下外快，陪啲大客出埠旅游。呢个就系佢出埠陪嘅客。系啊，呢个人叫黄金富，当年喺越南咧系做成衣生意嘅，有成几间厂咁多添。不过后来炒窿咗股票，欠麦州新债，而家沦落到揸夜间的士。呢条有风光嗰阵，经常都会包起啲三四线嘅女艺人同埋 model 出埠，佢就好记得，曾经一次过包 Apple 同我另外一个 model 喺东南亚玩咗成个月。呢张相我同佢买咗，证实当年陪佢出埠嗰个另外一个 model 咧，就系朱丽琪。讲到尾，佢系我大嫂。如果呢张相传得出去，会连累我哋邱家声誉有损。你层邱生可以放心，由于年月关系，呢、這个黄金富手上净系得翻呢张相。张相我已经同佢买断咗噶啦，而且佢根本唔知道相里边嘅就系今日邱家嘅大少奶。邱太，你知唔知最终边个顶你拎到结束归属嘅奖啊？边个攞关我乜嘢事啊？梗系关你事啦。你就是你那位大嫂朱丽琪咯，不是啊嘛？佢都有资格攞你杰出贵手，你有冇收错风噶？珍珠都冇咁真啊！我弟夫间 PR 公司负责今次嘅颁奖礼，佢啱啱先俾张得奖名单我睇啊！咦？咦？有冇搞错啊？攞咗我主席位不特止啊，而家又抢埋我嘅杰出贵手！二嫂。讲样好消息俾你听啦，
我啱啱收到通知咧，我当选咗全港十大杰出闺秀，下个礼拜咧就会上台攞奖噶啦。到时候咧，电视台仲会现场直播，所以我啱啱咧约咗你用开嗰个 designer 出嚟，睇下讲唔讲得切，到时整翻套靓衫上台攞奖。其实今次咧，真系要多得老爷在天之灵保佑。个十大杰出闺秀咧，终于都系落翻喺我哋邱家嘅新抱手上。二嫂，你话系咪啊？二嫂，咁啊，唔好失礼我哋邱家。其实啊，我今次都好头痛噶，迟下基金会换届咧。我作为新任的主席，到时候那个接任感言呢，我都还没想到讲些什么好。现在呢又拿了杰出闺秀，不知道这些呢是不是叫做贵人多事忙呢？好了，不跟你讲住了，二嫂，我呢还要出去做 facial， 是这样先啦。喂，咩事？家姐，姐夫呢？姐夫冲紧凉啊，做咩啊？咪话细佬，我有好嘢唔益你啊！我啱啱订咗批顶级法国生蚝，肯定连你哋优视啊都入唔到啲咁靓嘅货色啊！系啊，我哋优视入唔到，你入到，你唔好话俾我听啊！嗰啲系水货啊，冇来源地证明咧，我哋优视酒店系唔会卖噶。唉，家姐你放心啦，批生蚝绝对系产地直送，有晒证书噶。不过我而家俾批货砸住啲钱。一世人两姐弟，你可唔可以帮我同姐夫讲声啊？你啊，冇好大协嘅。今次批生蚝真系顶级靓嘢嚟噶，你唔信我嘅，我 send 啲相同埋证明文件俾你睇咗先啦。我就系冇电啦，你直接 send 俾阿姐夫啦，佢冲完凉我同佢讲啦。OK， 我而家即刻 send。系咁啦。正嘢。哇！第二樣唔見你咁快喎，擺咗邊度啊？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？快點去下載這個 Apps 來煲劇吧。